崩开了的。嗯，崩开了，崩开，有这么大吗？跟我的兄弟崩开了没有？我在那说，哎，你这样三，刚才我告诉你，水库，他的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是 OK 的，的这个上面确实比较凶。我说因为这边太凶了，最近胀奶了。啊，胀奶。最近被谁用的了？不过今天这一套真的，我个人还蛮喜欢的，主要是它可以很休闲，然后它又可以很舞台效果，对，因为看配件这样，对，买下来。服装在哪里？但是不能太，但是不能太贵。那个专线，请看下面这边。请拨打专线08064490。08064490。不是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你翻成台语。啊！08000林北影影449。啊！08000046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那个制作人啊，静听的话吼，拢听袂，敢若记得吼，后白讲的话吼，马上就给伊吸引过来啊！他说你已经长得很犀利了，你不能再剪短。我，你跟你老公说，短发有短发的柔和， yes， 真的、哦，柔和中带点犀利。谁说短发一定是犀利？我想犀利。嗯。对吗？我避免了谁的这种问题。我不想要再继续讲这个话题，是他自己一直在讲。不懂为什么，说明你已经很犀利，还要让自己再更犀利，对不对？叫做犀利的妻。不错。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